青山蜿蜒连绵，白云缠绕其间。十八洞村就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的崇山峻岭之中。走进小小村落，织布机吱呀吱呀传递着岁月的气息。传统苗绣工序复杂，一针一线凝聚着苗族智慧。苗绣技法多样，色彩绚丽，造型夸张，多以花、鸟、蝴蝶、龙、凤等为图案，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传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十八洞村的织娘们饮水思源，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流行相融合，让苗绣走出了湘西，更走出了中国。风起十八洞，苗绣传天下。